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蓝飞。说到警犬呢，大家都会想到德牧、拉布拉多、杜宾等，毕竟它们比较常见。可是同样是狗狗，为什么哈士奇就不能当警犬呢？难道是它不够聪明？首先，二哈不容易训练，警犬那都是个都听话，主人一吩咐立马执行。可是二哈怎么训练都不会有多大的效果，别说听命令，到了犯罪现场，它都可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相对麻烦，德牧、罗威纳这样的狗狗不挑食的。可是二哈必须要吃新鲜的，因为它肠胃不好，吃得不好很容易坏肚子。二哈太喜欢玩了，作为警犬是要有稳重的性格，二哈自由主义代表，俗话说一哈顶三虎，二哈成航母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，如果你看了更精彩视频，欢迎评论分享。